参加豪华旅游团的队员们集合啦！先坐位，昨晚睡得睡得好吗？睡超好的，我不到十点哦，我就上床倒头大睡。你看我现在精神超好，就是要为了这一次的幸福快乐旅程哦。哇塞，真令人太感动了。没错，行前睡饱是我们旅游的最重要的一环。但是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不知道大方你的旅行平安险买好了没？哈哈，我早就买好了，我还买了10天。2000万，只要2457块的旅行平安险哦。因为啊，受伤理赔都有理赔，这是我受伤生病都有理赔，这是我专门的啦。那既然要出游啊，这时候呢，我们旅平险的功能就很重要了。因为如果我们在国外啊，遇到生病或者是受伤的时候，需要紧急医疗，甚至需要动用包机的方式运送。大家还记得之前林志玲小姐不是坠机吗？不是坠机，坠吗？坠吗？